对，哎，大喜。长辈们开开心心领取高级礼盒，庆祝重阳节，北圣宫准备200份高级毛毯要送给里面长者。因为做了有爱心的，你无看？真好啊，做有爱心的啦。九九重阳就是中坛元帅圣诞，然后我们组委我们大家商量，觉得说天气已经转凉了，那今年就想说，那我们自己来办看看，所以我们今年总共只准备了200份。纯粹就是妈祖的指示，说取之于社会，用之于社会。既然我们在这个地区，就希望说这里的所有的灯亲睦邻吧。北圣宫庙前广场堆放满满礼盒，民众依序排队。天气渐渐转冷，北圣宫依照报官妈指示，特别照顾长者身体健康。又新逢中坛元帅生日，庙方邀请长者一起来祝寿。北圣宫呢，哈，是从以前十几年前开始在崇华街这边建功，而且我也是从小在基隆市崇华街这边长大的，也是在东光里长大的，啊，一直想说回馈我们东光里本里的这些老人家，哈，在。邻居啦，这些老人家，我也是希望说把这件事情做好，先从我们里内开始。元帅呢特别指示啊，一定要对我们所在里东光里哈的这些乡亲长辈啊准备一份礼物。那所以呢，我们的主委江永华以及我们慈善协会的理事长郑秀清，特别呢挑选了好几件礼物呢，让元帅来决定。那最后呢，决定这一件哈、哦、华国那个特孟胶的这个毛毯哈、哦、啊，然后呢来给乡亲长辈哈、哦，让他们能够在这个秋冬之际哈、哦，能够这个享受到元帅贴心哈、哦、的这个感受。北圣宫长期济弱扶贫，八月份才捐赠普渡物资，帮助弱势家庭，获得信徒大力支持。如今天气转凉，庙方持续关怀长者健康。希望长辈们能够健康久久。记者黄少明，基隆报道。